这一块走的特别前面去的那个地方。上一次等到八点半。对啊，你一块走过去的那个阳光外滩边那一块，有时间可以到墙对面看出一点。这个角度只是拍外白渡桥，对，每个角度感觉不一样。有时间可以到东方明珠那边，江对面，和陆家嘴那边，然后往外滩那边走，又是一个视角。或者你还可以走到那个白玉兰广场那边，再往那边走，对，那个角度看。七号好像都这边也有，对对对，所以一定要到这边去。Thank you.